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秀。说起周深，大家对他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唱的《大鱼》了，每一个字每一个调都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中，音色非常容易打动人，被大家称作是宝藏歌手。在好声音的时候，周深虽然并没有拿到很好的成绩，但是他却让大家都记住了他。离开好声音之后呢，周深并没有沉寂，而是一直都在发表作品，在音乐的领域闪闪发光。除了歌唱的好，周深本人呢也是相当有趣，出席各大综艺的时候，周深的表现可以和杨迪对半开了，可爱又搞笑，让我们真是全面认识了这么一位宝藏歌手。因为周深的声音非常特别，唱起歌来很容易打动人，可以让观众们更好的融入到歌曲的氛围当中，所以各大影视都在找周深合作。我们经常可以在电视剧当中听到周深的声音，别人谈恋爱的时候他在唱歌，别人分手他也在唱歌，别人生离死别他还在唱歌，这是周深妈妈的原话，不得不说很真实了。这次的电视剧品质盛典能够邀请到周深，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。尽管没有在影视当中出任什么角色，但是确认了大家都很好的记住了周深，记住了这部影视的作品。周深的歌曲呢成就了更好的影视，音色特别的周深深受到各大影视媒体的喜爱，一些古装剧都市剧只要是涉及到情感的地方，大多数都是请周深来唱的歌，一些电影的片尾曲也可以看到周深的身影。很多的粉丝会选择看这部电视剧呢，看这部电影也许呢并不是因为自己对这种题材感兴趣，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对周深感兴趣。而周深的歌曲在影视当中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，带给了观众更多的共鸣和情感的投入，让原本试一试的观众真正喜欢上了这部影视。周深在电视剧中的地位呢可不低啊，周深和影视的互相成就更是让我们看到了周深具有的无限潜力。周深虽然不是一名演员，但是在一些影视剧当中的地位呢却要比一些演员还要高，因为周深歌曲和声音太深情了，更容易让观众进入到情绪。影视和周深相辅相成，周深的歌曲成就了更好的影视，更多影视让我们知道了现在的周深。期待周深接下来的发展，希望周深可以向原创歌手靠近，带给我们粉丝越来越多的惊喜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，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哦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，拜拜。